今天我们进到这个新的一本《诚信圣言》，它是去年2021年的春季长老和负责弟兄的训练。它的这个标题啊，还有它的八篇的内容啊，我就是列在这里了。然后我们一起把标题一同念一下：召会生活之恢复极重要的因素。那我先把这个八个因素啊，先来过一遍。那我们弟兄姊妹对读，因素一，弟兄，我们先来。与主合作，洁净新的复兴，终结这个世代。Amen。我们结束二十跟随那跟随那进这时代的指示，所得时代完整的意象。Amen。弟兄。召会时代三一神理众召会帮召会做基督身体的彰显，以及众圣徒在身体的感觉里实行召会生活。基督的真正的同心合意。阿们为着我们生命的长大并使用上的用处，赋我们天然的和性。阿们相调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在恢复的召会中获得圣的生活，以终极完成圣城的神圣的经纶，并成为新耶路撒冷。阿们。他这个是讲到啊，召会生活有需要有一个恢复，那恢复需要有一个这八个。它是讲到极重要的因素，它英文叫做 vital factors。 vital 表示说非常重要，缺一不可。那召会要真正得着完全的恢复，合乎神的心意，这个八个因素是都必须有真实的这个实行。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带进新的复兴了。那第二个因素是让我们有一个对这个时代指示紧紧的跟随，有一个完整的意向。我们当然也有意向来控制带领我们的这个召会生活嘛，紧紧的往前，特别是在一个执事的水流里。那第三个是讲到召会是这个在神圣三一里，在主的复活里所产生出来的。他特别是讲到他是做到基督身体的这个彰显的这一面。那第四个就是身体，因为身体是完全服从在这个头，就是基督的这个权柄之下，所以基督在这个召会里面是有完全的掌权的地位。那第五个是真正的同心合意，同心合意不只是讲到灵啊，他这边主要是讲到我们的魂需要同心合意。那第六个因素是讲到，当然我们的生命长大的时候，还在侍奉的用处上，我们这个天然的个性需要被完全的来对付。那第七个就讲到身体实际，基督身体的实际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讲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相调了，众肢体的相调。那最后是在这个我们的召会实际的召会生活里面，我们是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是因为至终神要把我们都做成一个得胜者，来迎接完成他神圣的经纶呢，终极完成以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八个因素我们需要这个有完全的这个认识啊，而且最重要是有一个真实的实行。阿们。那今天我们就进到因素一，因素一，我们把因素一的主题啊，我们再来一起读一下。与主合作，尽心的复兴，以终结这个世代。那他这个主题就包含了三个方面了。与主合作就是我们这一面
需要有的一个态度啊。神需要有地上有一般人愿意付这样子的代价，愿意与主来配合，然后他中间会带借着这样子的与主合作，他会带进一个新的复兴，这是神所要的。这个新的复兴是一个过程，一直直到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目的啊，就是这个世代被终结了，就是主耶稣的再来了。那今天这是一个神圣经纶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环呢，就是我们需要这个与主合作，我们就是他的召会了，就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肢体都在这个里面需要与主来配合合作，以带进这个复兴。这个复兴不是以前有过的一个时段一个时段的复兴了，就像以前那个在烟台有一个大复兴，我们都知道，还有在英国的那个威尔斯那边也有一个复兴，不过他们只是某一个时段而已，后来就没有了。真正的这个复兴是要一直坚定持续，直到这个世代能够有一个终结啊。那我们今天他这个经节，主要当初底利兄他在讲到这个复兴的时候，他有三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啊，就是第一个是要借着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那第二个就是要实行一个神人的生活，那第三呢，第三个负担是要按着神来牧养人，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三个主要的这个大这个纲目里面的重点了。那他的这个经节就用了这些了，那用到哈巴谷书这个三章二节讲到他这个复兴里的工作，那还有这个意象，那这个保罗说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是讲到这个他们所看见里面所渴慕的这个真正的复兴。那这个马太第二点，马太福音十四章这边所列的跟腓立比书主要讲到怎么过一个神人的生活，然后在马太福音就是主耶稣是我们一个神人生活的一个榜样，那腓立比书是这个保罗他还是一个这个过一个神人生活的一个榜样啊，在腓立比书怎么所列到的。那最后就是一个按着神来牧养人，就是他引用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个主耶稣复活之后对彼得所说的话，要他来喂养跟牧养他的羊。阿们。那我们就进到第一个大点，来我们一起读第一个大点。在神的选民中间一直有一有新的渴望啊，在神的选民中间一直有复兴的渴望。这个复兴的渴望啊，不是只有某一段时间而已，它是从历世历代里面所有神的选民啊，它里面都有一个复兴的渴望。那它这个哈巴，这是出于哈巴谷书三章二节，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在你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在这些年间使你的工作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那这个复兴呢，你就看注解，它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然是讲到神的选民呢，在历世历代里面因着这个堕落，也是列人那个当初的堕落不敬畏神，心神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情，他们里面就有一个渴慕，向神有发出这样子的祷告，需要这个渴望有一个复兴的光景。那另外一个复兴呢，是讲到因为这个撒旦的破坏，神所造的万物啊，这个亚当的堕落，他们也在这个虚空败坏的辖制里面，连这个万物啊，他也渴望有一个这样子的复兴。那我们知道这个复兴呢，唯有借着就像何西阿书讲的，过两天他必使我们活过来，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活着，就是预表这个前两天是在死城的光景呢。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堕落，他们到一种地步，在黑暗里面没有神没有首领，连这个祭祀敬拜神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他们就有这样子的渴慕和希阿这样子的祷告。那第三天当然是预表基督的复活了，真正的复兴是要借着基督，而且是要在基督里面才能够达成的，因为基督是里面是
带着神的能力，特别是有着更新的能力啊，才能使这个真实的复兴能够达成。所以我们今天要能够有过一个把真实的复兴带进来，我们一定要在基督里面，借着基督与基督一同的合作，才能带进真实的复兴。那这边罗马书八章就讲到这个，刚刚我提的这个万物也都在虚空之下，他们也是这个败坏的奴役之下，他们也是渴望有得着一个复兴，也是一同叹息哦。直到如今，连这个诗篇里面都有很多这个地方也是提到，照你的话求你，就是他们有这样子的祷告，将我们救活很多。那这边也是因我活着，约翰福音。那生命，这生命就代表复活了。哦，还有一个是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这些活啊，都是在这个人的对复兴的渴望里面的一个呼求，一个祷告。那所以第一大点主要是讲到这个神的选民啊，一直都有这个复兴的渴望。那今天我们这个复兴的渴望在我们中间应该是越来越强啊。这个不是，因为这个是一直不断的累积啊。我看到这个主来的日子近了啊，我们里面对这个复兴的这个渴望应该是越来越强烈，所以我们这个需要有更多迫切的祷告，让这样子这个新的复兴能够尽快的早早的真是能够被带进来。阿们。好，那之后的第二第三第四三个大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三个负担了。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二大点。阿们。我们借着达到神所赐给我们之神圣启示的最高峰，愿经纶的启示，就能进入一个新的心，而是关于神创造人并对付他选民的目的，这个重大问题的重大答案。这讲到要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神圣启示的最高峰，就是神圣的经纶呢。阿们。那我们再到第三个大点，来，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若实行过神人的生活，生活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自然而然就会有团体的模型，是活在神圣经纶的模型起来，模型要成为造物历史中一大的复兴，带回来，把主带回来。所以这个过一个神人的生活啊，我们其实都听过了很多了。这个生活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其实就是我们每天所过的召会生活。我们的召会生活不是只有主日那两个钟头啊，我们这个每一个人从一早上起来，我们就进到这个神人的生活里面了。那我们是这个层层得着复兴啊，我们日日就得胜。那我们是在一个团体的这个生活里面，神人的生活里面一同的来实行这是所以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团体的模型。神要的是一个团体的，还不只是个人的，就是活在神经纶里的模型把它建立起来，这样子的话会成为召会历史中最大的复兴。这个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主带回来啊，所以这个实行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陈子弟兄刚开始讲到的负担就讲到三个 P 啊，一个是 prayer， 我们需要有很多祷告，因为这个复兴啊，渴望我们有祷告。第二个就是要 practice， 要有真正的实行，因为我们只是有看到这样子的这个有得着启示，看见异象，如果没有真的去把它实行出来的话，那就很空洞，就变成一个这个道理而已了。那第三个他讲到 perseverance， 这三个 P 就表示是这个坚定持续，那坚定持续就是应用到前两个了。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还有坚定持续的来实行过团体神人的生活这是这个
弟兄的负担呢，也是真正今天在这个召会生活的恢复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最后一个大点，来，我们也再来一起读一下。我们借着有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喂养他的小羊，以牧养他的羊，以照顾神的羊群，就是召会，结果带进基督的身体，就能进入一个新的复兴。这是把使徒的执事和基督天上的执事合并。我们这个上个礼拜才进到前一本的陈英圣言，就讲到与基督天上这个牧羊的执事，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也是好牧人。那天上执事呢，我们在地上，我们是他的这个也是小仆人，小牧人，与他需要与他来天上执事来配合牧羊他在地上的所有的小羊啊，不但是喂养，而且还要来牧养，牧养比喂养还要再更多啊！啊，照顾周全的照顾啊，把神的群羊就是召会啊，带进基督的身体，带进一个新的复兴啊，这是极重要的一个路，就是有一个牧养的一个指示在这里，需要我们与他来配合啊，阿门！我们就花半分钟啊，我们大家把这个主要四个大点我们稍微过一遍。阿们。不选择空间具有复兴的达到神所赐给我们这神圣启示的最高峰，神永远经文的新的复兴，这是关于神创造人并对付他训练的目的，这个重大问题，这个重大问题。所以好，那我们就进到这个三个主要负担的第一点，就在这个第二大点里面了。我们是要达到这真正的复兴呢，第一个就是要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神圣启示的最高峰。那这么他引用的经节当然就是提前的，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神圣的经纶嘛，神经纶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经纶就是 Oikonomia，它是有两方面，一个就是讲到神圣的分次，第二个就是讲到家庭行政，那就是有一个这个管家的职分呢。我们是在这个召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恩典的分次，恩典的好管家。那在这边就是在神圣的经纶里面呢，把基督能够分次出去，那就是这个神圣经纶最主要的目的。那他这个神圣启示的最高峰能够赐给我们啊，能够带进一个新的复兴，其实这就是一个这个重大问题的重大答案，就在这个地方，就是神关于神造人并对他选民的目的，就是要把神圣启示的最高峰，就是神永远经纶的启示啊，来赐给我们，那我们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复兴。阿们，我们进到这个终点里好不好？那第一大点，我们第一终点，我们弟兄来读。阿们。隐藏在神心里的奥秘，乃是神永远的经纶，就不是神永远的目的和他的心愿，要把他自己在他神圣的山意里，就是附在子里，借着灵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他们的生命和性情，他们能与他一样的复制，成为一个生机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为新人，成为神的丰满，不是神的彰显，而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啊，这就是神永远的经纶嘛，就是他的经纶，就是其实就是他神圣的三一，要分次到我们人的三部分灵魂体里面。
至终我们有他的生命性情，成为他的复制。那最终我们是一个生机体，就是一个团体的新人呢，在地上成为神的丰满哦，还有神的彰显，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那他这个神圣的经纶，主要在这个以弗所书有提到啊，历史历代隐藏在万有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呢？那这个经纶就要将万有，诸天之上地上的都要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阿们。那至终这个过程呢，就是他所预知的人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 做长子。这个就要借着我们得着神命得着神的生命之后呢，有这个生命的长大，在生命和性情上与这位这个长子基督是一模一样，成为他的复制所以感谢主，这个过程里面呢，至终他是要得着召会做他的身体，他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个召会就是基督的丰满，他的彰显。那至终呢，当然是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的，这召会就是这个新妇，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断的过召会生活，让召会生活得着真正的复兴，就是为了这个新妇啊，要预备好了，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就是至终这个启示录所讲的我们讲的新耶路撒冷，这个要从天而降，阿们。好，我们这边就停在情节在这里。那我们进到第二终点，我们请姊妹们读一下，好吗？神成为人，好使人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为着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以终极完成耶路撒冷。这是整本圣经的要素，是圣经盒子里的钻石，也就是神永远的经纶。阿们，这真是一个神圣经纶启示的最高峰啊！只有在主的恢复里面，才真的把神的经纶完全的给这个开启啊！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实在是非常非常有福啊！因为神造人当初就是要按着神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呢，就是称为他的彰显，还有呢，也为着神来管理。那这个感谢主了，神所预知的，我们刚提过，就是要我们都已经预定了，要磨成他生儿子的形象。那这是神圣永远的经纶了，这真的是一个整本圣经新约整个内容就在这里了。最简短神圣的经纶，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够知道的，神成为人，好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了，是为了要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真的是圣经是一个盒子里面的这个钻石啊，我们真的是需要宝贝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钻石啊，我们所得着的这个神圣的经纶。那我小点我来读啊，神借着成为肉体，整了肉体而成为人，有份于人的人性，人借着变化而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而有份于神的神性。那这边是讲他的整个过程，怎么样神来成为人，那经过这样的过程，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经过更新变化，能够成为神，有份于神圣的性情。那这边我就不多讲，都在圣经上这边一节都有。那至终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借着这个神所做成的这一切啊，进到我们的里面，与神人完全有一个生机上的调和。神在我里，我们在神里面，这个神人是完全是合一的，这就是一个神人呢。那基督就是一个神人的一个模型了。那第二小点，这神人的罗曼史乃是整本圣经的主题，是神经纶的内容，也是整个宇宙的奥秘。因为基督是神又是人，
爱他而得了变化的人是人又是神，二者在生命和性情上相同，彼此完全相配。这么讲到三一神终极完成为丈夫，三部分的人变化为心腹，二者要成为一对夫妇，一个团体自大的神人。那这边就他主要是讲到雅各书里面就是有一个相信女子苏拉密，至终这个他成为这个相信女子成为苏拉密，就是女性的所罗门呢，那就表示说这个预表这个神跟人是完全的调和在一起了，这是神圣经纶最终的目的啊！因为整本圣经的确就是一个爱的故事，一个神圣的罗曼史啊，神先来追求我们了，我们受他的吸引啊，至终我们与他有一个婚配啊，成为一个和这一对夫妇，一个团体自大的神人。这个中间就要经过一个我们三部分人变化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神圣经纶的这个整本的这个内容啊。我们需要真的是有这样子的看见，也愿意进到这个神圣经纶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需要，我们都是在这个变化过程之中啊，至终我们都要成为这个与神完全相配的这个一个神人，一对 神圣的夫妇了，可以这样讲，就是一个神人的。那第三终点，来我们弟兄来读一下。神中心的启示以及主的恢复的中心的启示，乃是神成了肉体，肉体成了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成了七倍加强的灵，为要建造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啊，这边主要是讲到有三个成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化成了肉体，直到在我们中间，后来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啊，至终在启示录这个灵啊，赐生命的灵成了七倍加强的灵啊，我要建造这个基督的身体。阿们。啊，所以这就是讲到他三个成了。那第四终点，来姊妹我们读一下。神与人要成为一个实体，而这一个实体就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这个调和要终极完成耶路撒冷，作为整本圣的总结。他这边主要就是应用了启示录的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其实这个圣城呢，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蒙神所拣选救赎的圣徒啊，那个经过这些变化成熟了，预备好了了，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预备好了，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好，感谢主，基督就是我们的真丈夫，我们就是他的心腹。好，感谢主，神真正的用意他就是要来与人同住，我们要做他的百姓，他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阿们，感谢主，这是神圣经纶里面这个为整本圣经的总结，就是神人要互为基础，就是一个实体要产生出来，就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阿们。好，第五终点，这是一个祷告，我们来一起读一下。我盼望全地召会的圣徒，尤其是同工和长老，都看见这启示，然后起来祷告，求神给我们新的复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兴。所以这个一切的复兴啊，从哪里开始？就是从祷告。我们没有祷告的话，就没有一个这个起头了，因为一切都是从祷告开始。我们要祷告，就是把我们这个人，完全的这个连于神，奉献给他。真是能够在基督里面，让这个神的这个心头的渴慕啊，能够做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但看见这个启示，
我们愿意有一个祷告和一个呼求，渴望这样子的复兴能够早早的实现，然后我们在我们这个人愿意全人都摆上与他来合作。那这样子的合作就进到我们第三这个大点，我们刚刚读过了，就是要过一个实行过神人的生活。这个神人生活是一个团体的生活，那就是我们的召会生活了。召会生活就是这个每天是一个经历享受基督的生活，而且是一个这个在基督身体里面，在基督身体的感觉和实际里面了，这个过一个神人的生活。这个东西需要有一个所谓的模型呢，这个模型就是基督他自己先为我们做成的一个模型，今天也要在我们中间啊，真是把我们每个人都做成这个模型的这个翻版与复制。感谢主。然后我们第一终点，我们请弟兄来读。好，妹。需要需要一般团体的人，借着神圣启示的高峰，凭着他的恩典被兴起来，过一种照着这启示的生活。复兴是我们所看见之意象的执行。阿门。哦，所以这个定义非常非常的好啊。什么是复兴呢？复兴是我们所看见之意象的实行。陈弟兄在这里又特别讲到，我们听得很多这种神圣的高峰啊，真理啊，得着了很多的启示。这个启示其实神赐给我们，不是只是让我们知道而已，认识也还可以讲。神把这些启示啊赐给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进入啊，不但进入，还要来实际的有经历，让我们可以从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意象里面，借着实行啊，能够得着这个实际。把这个实际能够实行出来。所以启示啊，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为着我们的经历啊，要不然的话这启示就变成一个道理了。那所以我们的确是需要有一个复兴啊，就是借着神圣启示的高峰，借着他的恩典被兴起来，过一种照着这启示的生活，就是一个实行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实行的。那我们把我们所看见的意象实行出来啊，这复兴就来了。好，我们第二终点，请姊妹们来读一下。基督的跟从者被构成为门徒，那是借着基督在地上的人性生活，做神人的模型，就是他在人性里否认自己而活神，彻底改变了他们对人的观念。阿们、啊、所以这个主耶稣在地上怎么成为这个模型呢？他是在人性里否认自己而活神、哦、他在地上的人性生活，什么是他在地上的人性生活？就是他在人性里否认自己而活。你看他所做的都是照着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他不为自己做什么。那所以呢，我们这些他们讲彻底改变了他们对人的观念。这个在腓立比书保罗就讲了，使我们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磨成他的死啊，这就是刚刚讲的主耶稣在地上的人性的生活了。那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地上的这个人性的生活里面呢、啊，也要借着要否认我们的己，然后能够活出基督来。其实活着就是基督，就表示说我们这个人呢、啊、已经被了结了啊，就这才是真正这个主耶稣这个模型在地上的人性生活啊。我们今天也需要有这样子的生活。阿们。好，第三终点啊，我们一起读。我们的生活该是与基督的神人之生活模型的翻版复制，神所要的这个神做了一个榜样，主耶稣做了一个榜样啊，他没有其他的目的，就是要成为这个一个模型。那我们怎么成为这个翻版呢？是借着我们与基督完全的联合，
不断的否认我们的己，让基督从我们里面不断的能够活出来，借着更新变化，才能够达到这个神所要的，就是我们都是成为一个这个基督模型的翻版。这个翻版不但还只是这个基督的这个人位啊，还有一个活出，就是神人的生活的活出。阿们。好，我就到这里了，对不起时间超过，我要交给 Jeff 弟兄。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好，我来分享一下这个屏幕。那刚刚 Alan 弟兄他讲到了这个第三大点的前面三个终点，那我们可以很快的说一下这个神人的生活啊。第一个终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神人生活它是一个团体的。那第一个终点呢，就说那这个神人生活是借着主耶稣自己他来做一个神人的模型。第三个终点就说到，那我们呢，我们也是这个团体的人的一部分，我们是这一个神人生活模型的翻版跟复制。那第四个终点，来请我们一起读第四个终点。追入门徒是生命与实际的灵，他们进入他们与主同在三年半之久，对主所观察之一切的实际。这边就提到这个实际的灵，我们如何才能够成为这个翻版跟复制，是要借着这个实际的灵。那我们待会在下面的在下一个终点就会看到这一个点。但是在这个第四终点下面的这些小点里面，它主要是讲到到底主耶稣如何是这一个模型啊，如何是这一个模型。那时间的缘故啊，这小点我来念啊。第一个小点说，在第一个神人的执事的开始，他受尽好尽全班的义啊，所以这边的重点是说到他受尽啊，受尽。虽然他的肉体是没有罪的，但是他还是需要尽这个全班的义。他承认他这个肉体是没有一无用处只配死和埋葬那我想这个经节呢，就是在马太福音这边耶稣说，你暂且容许我吧，因为我们理当尽这样全班的义。那你看见他当主耶稣他否认他的这个他这个算是一个完全的人性，但是他不用那个人性，他受了尽这个他的人性呢，只配他的肉体只配这个死与埋葬。受尽之后，你就看见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神的灵仿佛鸽子落在他身上那又看又听见这个父神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主耶稣这个榜样就是说到他自己并不活他自己的那个人性。那在第二个终点是用五饼二鱼的这个例子，那在这边我们一般可能看到这五饼二鱼啊，都注意到他喂饱五千人的这个神迹。但是在这边执事的话告诉我们，这边我们主要要学习的，或者说他如何是我们的榜样，到底要学什么呢？是要学这一个望着天。也就是说他这里说主耶稣他自己知道祝福的源头并不是他自己。我们在前面也可以说这个第一终点第一小点跟第二小点他这边就告诉这两个主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耶稣这个神人他其实是有两个源头的，他一个是他的神性这是神圣的源头，另外一个是他的人性是属人的源头。所以第一个小点就告诉我们，他不以他这个人性的这个源头来生活行动，他知道这个祝福的源头是这个神圣的源头，是那个父所以他行神迹的时候，他乃是望着天来行这个神迹。那当他行了神迹以后，他并没有留在那个结果里面。主耶稣做什么呢？主耶稣他乃是在山上，在祷告中独自的跟父在一起这个在这个信息里面特别说到这三个词弟兄姊妹可以注意一下，一个就是在山上，一个就是在祷告中，另外一个就是独自
独自与父啊，独自与父在一起啊，这三个词。那第四个点就是说到主耶稣他接触他过一种一方面啊，他祷告他以父为源头是一个接触神的生活，另一面他呢也过一个接触人的生活，他接触神他就能够活在神的同在中，他接触人他就能够将神供应到人里面啊，所以这一个是主耶稣在地上所过的这一个神人生活的模型。那当主耶稣在这样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你就看见在他这个人里面世界的王撒旦是毫无地位的啊，所以在这些点上面你可以看见，第一个说到主耶稣这位神人，第二个说到这个父，第三个呢说到这个世界的王撒旦。那在主耶稣这个神人的这个模型里面，他是一直的连于这个父这个源头，而以至于这个世界王撒旦在他里面毫无所有啊，这个是主耶稣他的这个模型啊，在地上生活这个神人的模型。那我们呢，第五中点来请大家一起读，照着主的模型过神人生活，唯一的路乃是把我们全人置于调和的灵，并照着调和的灵行事生活并为人。所以我们在这个大点里面啊，我们在这个前面的中点里面，我们曾经说啊，这一个实际的灵要引导我们进到这一切实际里面。所以在这个第五中点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才能够来进到这样的一个神人生活里面，如何才能够照着主的模型来过这样的生活。这个唯一的路乃是要把我们全人置于这个调和的灵里面，而照着调和的灵来行事生活并为人。所以下面的经节的部分你就会看见都是跟这个灵调和的灵有关系的。这边说到生命的灵罗马书第四节八章四节说到照着灵而行六节说到我们心思要置于灵那十六节说到那灵同我们的灵，灵前六章十七节说到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加太书五章二十五节说我们若凭着灵活着就当凭着灵而行那在这个以弗所书这边说到这个要借着祷告和祈求祷告和祈求所以这边就是说到我们如何才能够来实际的进到这个调和的灵里面，乃是借着祷告和祈求那这边也说到帖前说到不住的祷告十九节五章十也说到不要消灭那灵这些都是跟如何我们能够照着灵而行有关系所以你就看见这些经节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才能够来照着主这个模型来过神人生活呢？乃是要注意我们这个调和的灵，要把我们全人摆到这个调和灵里面。好，那第六终点是一个这个执事的话，我们请大家一起读，阿门。我们都该宣告，我们要过神人的生活，中神人将是胜利者，胜者和耶路撒冷里的西安，要带进历史上前所未见新的复兴，祝这个时代，结束这个时代。所以这个大点告诉我们，我们过神人的生活就能够带我们进入这个新的复兴这是这个第二个负担。那第四大点就是第三个负担，来我们一起读，
我们借着有份于基督天上的执事，养他的小羊，牧养他的羊，照顾神的群羊，就是召会，结果带进基督的身体，进入一个新的复兴，把使徒的执事和天上的执事合并，所以这个大点我们都知道，主要就是说照着神牧羊。那在这边终点里面，第一个终点它主要是讲主耶稣的榜样，第二个终点它是讲保罗的榜样，那最后一个终点就是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把第一个终点读一下。我们必须照着主耶稣在他禁止时的榜样牧养人，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照着主耶稣牧养的榜样，那下面小点啊，时间关系也是我来读啊。所以第一个小点讲什么呢？第一个小点啊，这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表啊，请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它基本上是两段啊，两段神完整的救恩啊，它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基督他来作为人子作为人子来救赎啊，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基督作为神子来做什么？来分赐。那他作为人子来救赎的时候呢，他是救赎我们脱离罪。他作为神子来分赐的时候，他是把他神圣的生命丰盛的分赐到我们的里面。那在这个作为人子的部分，他是借着他的死来完成法理的救赎。在他作为神子的部分，他是在他的复活里完成他生机的拯救。我想这些词啊，大家都很熟啊，但我们这边好好再把它看一遍。神完整的救恩是有法理的救赎的这一面，还有生机的拯救的这一面。所以他在他作为人子这一面，借着他法理的救赎，他就能够来顾惜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顾惜啊，还不仅仅只是使我们快乐而已这个顾惜，这个主耶稣对我们最大的顾惜，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完成了法理的救赎。那但是神的救恩不仅是停在这里，他还作为神子来借着他的复活完成他生机的拯救，来喂养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一个点啊，我们需要好好的这花时间再去导读那第二个终点就说到我们呢没有父的爱和赦免的心也没有救赎牧养和寻找的灵这是我们不结果子的原因那第一个点第一个小点它是说基督有第二个小点就是说我们没有，那所以第三个小点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在基督的人性里来顾惜人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就必须在基督的人性里来顾惜人。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顾惜的定义是什么？顾惜就是使他们快乐并使他们觉得愉快和舒适这是顾惜的定义。那另外呢，喂养人的部分，我们也必须在基督的神性里来喂养人所以我们是在基督耶稣的人性里来顾惜人，在基督的神性里来喂养人。那在这个小点里面也告诉我们喂养的定义是什么？喂养定义就是以那三个时期中执事这包罗万有基督来喂养他们。这三个时期是什么呢？就是成肉体、总化和这个加强的时期那时间的关系就没有时间再多说那请弟兄姊妹回头这些经节都能够好好去看一看。那从第四中小点开始就是把一些例证来告诉我们从福音书里面找到哪边是顾惜来什么样的例子是他的喂养所以第四小点是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例子说到主耶稣是借着跟他要水喝来顾惜他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是
不说话的，但是主耶稣呢却向他说话，并且向他要水喝，那借着这样的方式来顾惜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但是他并不是停在这里而已，他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活水，也就是这个永流的三一神做生命的水来喂养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是在约翰福音四章的部分。那在约翰福音八章还有另外这个行淫的妇人，那这个行淫的妇人他如何来顾惜他呢？他是借着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来顾惜他，所以他不定他的罪，也就是说主耶稣赦免了他的罪。那另一面呢，他如何在生机的一面来拯救他呢？他说啊，你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这个就让他死罪得自由所以这边这个很快把这个经节啊就看一下就是这一节你看一下这一节不要再犯罪这一节就这一节十一节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个是他的顾惜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这是他的喂养所以这是这个八章的部分那在这个点里面他也提到说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拯救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判处死刑的强盗他今天不仅是拯救他不仅是救顾惜他能够拯救他他也给他这个永远的生命。那下面一个例子是讲到耶利哥，也就是讲到主耶稣去探访撒该他特别去探访这个税吏长呢，他的这样的一种宣扬传扬也是一种牧养那还有在同一个马太十九章里面，他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说到这个他给孩子们按手这是借着按手来顾惜那些孩子们的父母，也就是在马太十九章里面，你也可以同时看到主耶稣的牧养跟他的顾惜所以这是主耶稣的榜样那保罗的榜样主要就是说到他是像母亲和父亲一样所以我想时间的关系就很快的说过去他这边就说到对以弗所圣徒呢，他是流泪劝诫三年之久所以弟兄在这边弟兄在这边信息的时候，他就说到说我们需要坚定持续牧养是需要坚定持续的。保罗他亲密的关切圣徒，保罗他愿意花费，他不仅是花费他所有的，还花费他所事的，也是花费他自己这个人成为一个奠基来浇灌这个四世纪我就金节就没有时间看了这边说到这是酒对，是酒。然后保罗呢他也凭灵而行来尊重人四世纪九章九节说到灵说到这个油就是预表这个纳灵。那保罗呢他说召会是家，召会是医院，召会也是学校所以最后呢他在这个小点说到说我们如何才能够来按着神牧养，这个极超越路乃是爱所以这边的经节都是说到爱。好，那我们最后我们把这个执事的话我们一起再读一下第三大点。我盼望因着我们接受有关牧养的这个负担，在我们中间会有真正的复兴，圣召会若都接受这教训，并以基督奇妙的牧养恢复里，就会有一次大的复兴。阿门，阿门，阿门。所以这一篇的篇题是说到与主合作带进新的复兴，以终结这个世代。这个新的复兴就是有这三个方面进入神圣启示的高峰，过神的生活，并且按着神来牧养。那我们如何与主合作呢？就是弟兄在信息里面提到的，我们要借着祷告要借着这个实行，也要借着坚定持续。好，那我想就停在这边有两位弟兄在加强。
阿们，感谢主，谢谢弟兄们的交通。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进入第一个要素，就是说主恢复生活召会生活恢复的一个第一个要素，就是要与主合作，带进新的复兴，并且呢要终结这个时代。那么带进一个复兴呢，刚才弟兄也都提到了，这个复兴呢不是一般的复兴，而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兴。那么它主要的负担呢就是一个呢，我们要得到这神圣的启示，还有呢要过神人生活，第三个呢就是牧羊。所以说我们要进入这些事情呢，弟兄在这篇信息里面特别特别的指出啊，我们要活出这些事，并且呢要成功的实行这些事。那么因此呢在陈弟兄啊在这篇信息里面他反复强调的三个词，刚才弟兄们也都强调了，就是祷告、实行，还要坚定持续。我们就是要借着坚定持续的祷告，借着坚定持续的实行，还有呢叫坚定持续的与主合作，直到我们呢能经历一个新的复兴，并且让这个复兴呢成为我们的实际。那么借着这个神圣启示的最高峰啊，我们必须要什么呢，必要我们要连于这永远的经纶，就要让基督啊能够做到我们里面，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进入一个新的复兴。愿我们呢都能看见这种启示啊，渴望呢一个新的复兴，并为此呢一再的祷告，这也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只有看见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要实行。所以说刚才弟兄们领我们都看到过，我们要过神人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要过基督在地上时候所过的生活，因为那个生活是一个实际，那个生活呢是一个榜样，他给我们一个榜，一众人啊来跟随。同时呢基督他自己啊本身也是一个模子，让我们呢能够磨成这样的一个磨成那样的一个模子，使我们呢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样过神人的生活。当然弟兄在这边呢也反复的在强调啊，说神需要的是一般人，不是一个人，借着神圣的启示的高峰啊过一种团体的生活。因此呢这种光看到启示还是不够的，所以说神赐给我们的启示啊，不光是我们看到启示或者意象的本身，关键是要我们进入，我们要经历，使我们呢能够什么呢，成为我们从神所看见这意象的实际，并且借着这些看见意象呢，关键是要成功的实行，这样呢才能把我们带进新的复兴，才能够呢把主带回来。所以说这个我们的生活啊不是简简单单的效仿，而是要什么呢，要成为基督神人生活的一个模型和翻版复制，并且呢在地上呢成为神人的一个神人的团体的模型。因此我们说照着主的模型过神人生活啊，唯一的路，也就是说把我们全人啊置于调和的灵，并凭着这调和的灵行事生活并为人。所以说愿我们都能宣告啊，我们要过神人生活，做得胜者，与主合作，带进前所未有的复兴，来结束这个世代。那么接下来呢有荣誉弟兄呢继续加强。阿们，感谢主，感谢弟兄的释放信息。这篇信息首先是给我们看到这个真理的高峰，但是同时呢也给我们能够看到实行的路。那就像在信息这篇这个信息里面就讲到了，是过这个神人的生活和照着神牧养。过神人的生活啊，这个基督就在马太福音11:29就说的，要跟他学，那学他就是这个神人生活的这个模型。他在这个耶稣的一生，他的就是这个神人生活的模型。他首先他的受尽是好尽全班的义，这个义就是对神对人都是对的。所以说他在地上的生活就是对神，他是不住的活在这个神的同在里面，那么对人是将神供应到人里面，然后带进新约的禧年。但是同时对付这个撒旦，就是在他身上是毫无所有。所以说
它这个模型最终是让我们是什么过神生活，这个唯一的路就是让我们全人置于调和的灵里面，照着调和的灵行事为生活并为人。同时呢，它也是这个照着神牧养的榜样。那照着神牧养的榜样，就像弟兄刚才已经讲到了，这个首先是耶稣在他的人性里顾惜人，顾惜人是首先能够借着接触人使人得到安息，这个愉快和舒适。更重要的是他是成功的救赎，是救赎我们脱离罪，所以是他是借着他在人性的顾惜里面使我们完成这个法理的救赎。但是在基督呢，他又在他的神性里面又喂养人，所以他是有这个生机的救恩。所以整本的新约呢，就是一个喂养，他这记载了他在他的人性里完成那个法理的救赎呢，然后在基督的神性里、这个生机的拯救我们，来喂养我们。所以我们要每天更是要宝贝主的话，因主的话就是灵，让他的这个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每天这个当我们碰到环境的时候，这个应试的话就能供应我们，这个生命就能够把我们脱离出这个困苦的环境里面，能重新这个的生活有力。所以在这个更多的他这个例子里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还是行淫的妇人，还有顾惜撒该，都是他在人性里面这个顾惜和在神性里面这个喂养。那保罗也是我们的这个照着神牧养的榜样，他是乳养的母亲和劝勉的父亲，是都是照着神来牧养群羊。这乳养的母亲也是讲到了这个顾惜的一面，然后这个劝勉的父亲呢，也是有借着讲神的话，就是神性的喂养。所以这个这一借着主耶稣基督和保罗弟兄给我们这个榜样，能够知道让我们能够一直在过神人的生活，能够活在这个调和的灵里面，让我们在召会生活里面能够过团体的神人生活。一方面我们与神的灵调和，另一方面是与众圣徒的 灵一调和在一起，彼此在召会生活里面呢，彼此牧养，彼此成全，乃是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样呢，我们就能进入一个新的复兴。感谢主。阿们。我们是不是有点祷告？